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李永波。从2013年8月开始，东风雪铁龙和中国羽毛球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。在新周期之内，首先祝愿双方合作能够顺利延续，同时也期望中国羽毛球队在东风雪铁龙的支持下继续取得优异成绩。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我仅代表中国羽毛球队全体教练员运动员，祝所有东风雪铁龙车主和关心中国羽毛球队的球迷朋友们新春快乐，马年吉祥。大家好，我是东风羽毛球队的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邱子翰。我是刘晓龙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教练员刘勇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的王一涵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张军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队员李雪飞。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新年快乐，马年吉祥。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马年吉祥，在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好吧。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新年快乐，万事大吉。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新春快乐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买到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张楠。我是赵云磊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陈斌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袁玉昂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世贤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陈龙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杜鹏宇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羽毛球队马进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王征明。我是中国羽毛球队王小礼。在这里我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身体健康，新春快乐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马到成功。祝各位东风雪铁龙品牌用户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大吉大利。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新年快乐，吉祥如意。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